正前方看到没有？今天又来海螺了，大条嘛，必须来捡。那还有一只，它有的海螺就在这个石头石头缝中间啊，不是那么容易找，但你要仔细观察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这边教学区还有，这个也比较会隐藏，看到没有？如果不是特别在意的话，也很难发现。上来。石头缝里仔细的找，海螺总会有。又来一枚，两枚了。这边还有一只小海螺，刚才都没看到。哇，三只，看到。这边这个特别小的这个海螺子，我们就不去动它了。有的时候真实赶海，它就货不是特别多，也可能没那么大，没有那么多惊喜。但是它好在这个总会有这个海货，不特别新鲜的，不是那种摆拍可以拍出来的。海边经常见到这个，一般海西瓜还是海葡萄，全是成片成片的，这边会喷水的。有没有老铁们知道这是什么？一片一片的，看这个海螺，它现在都长毛了，都没有人过来抓它，都长毛了已经。这边还有一只，感觉要用这个钩子，这夹的比较好夹一点。这边都是浪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真实赶海，都这样的。